是特别的冷啊。这个像现在这个季节啊，马上就要进入三九了，马上今因为今天是冬至，冬至呢就是数九的开始。这个冬至啊，也是这个一年之中白天最短、黑夜最长的一天，就是在今天，就是在今天的中午，将在紫禁城内上演一幕非常神奇的景象。在每年的冬至的正午，也就是太阳角度最低的这一天，太阳光可以躲过屋檐门楣，直接射入到乾清宫的地面。而这些大殿呢，地面又是由金砖铺就的，这些金砖啊，经过这个几百年的使用和擦拭，都亮如镜面。那么金砖就可以把这个光反射到正大光明匾上，由西而东依次将正大光明匾与下面的五条金龙点亮，让常年处于阴暗之中的这些牌匾放出光明来。这就是自然造化和人类智慧共同创造的一个人间奇景。就我们知道，由于这个地球的摆动，太阳会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游走，这就造成了一年四季的轮替，夏天热，冬天冷。北京呢，又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，太阳在夏天的时候烈日当空，非常的热，冬天呢太阳西射，所以呢感觉到非常的凉。根据北京地区的这个测算呢，这个太阳的高度角在夏至那一天是76度，到了冬至今天只有27度，所以夏天才会烈日当头，冬天呢你看这个阳光啊是斜斜的从南半球射过来。古人是非常智慧的，他们根据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、气候的一个规律，他们为了改善自己的住宅的舒适度，他们经过了科学的计算和设计，然后运用到建筑上。那么这样的建筑在我们北京地区是怎么来操作的呢？他们就是在这个屋子的外面加装了外檐廊，而且在北京还有一个口诀叫做筑高一丈，出檐三尺，也就是用筑高的三分之一作为这个檐子的深度。这样一来啊，就可以解决太阳来造成的温度差。这样的出檐的深度呢，正好在夏天可以遮挡住这个当空而射下的烈日，让这个屋内啊保持着阴凉，在冬天呢能够让阳光直射到室内，让室内充满了温暖的阳光。而紫禁城就是这一设计的结晶。